指数赚钱啊，你对趋势的掌握啊，对趋势的掌握要有预判的能力啦。多空不是用猜的，你看我从今年1月份9300，哎，这里耶，穷投资人，9300，我跟你讲什么？全国投资人做见证的，1月4号，9300，我跟你讲什么？我跟你讲，大户进货，进货，全力做多，啊，结果呢？什么叫准？一路做多，拉回都多，整整1750天。4月18，来到11077，4月18号，你注意看，这一天，这一天我讲什么？高档的避险空啊！为什么要空呢？我说这里面临去年什么密集套牢区，好吧？去年一整年呢，所以逢高这样。逢高懂得空嘛，开始会有套牢卖压，逢高又空，然后4月18号那天又爆量1800亿，有没有？接下来反弹怎么样？通通无量无量嘛，懂不懂？当天开高长黑爆量，接下来反弹呢，量缩，像今天反弹一样量缩，所以接下来反弹量缩，价量背离。一切反弹，你要站在空方啊！这是空方四人，懂吗？4月18号，你看 AI 城市从4月18号1102空100点，191028空70点，4月221015空50点呢，懂不懂？18、19、20、22、23一路空啊，逢高空，高空低补，先来回操作嘛。因为大盘它不是一次转空，它会开始震荡，高档震荡，所以你要采取取高空，对不对？低高空低补，高空低补，它会来回震荡，懂不懂？它不是一次崩啊，啊，因为你时速200公里，你开车转弯转不过来，它有一个惯性，所以大盘它冲了1700多点，懂不懂？它不是马上崩啊。它有一个惯性，在这个地方会来回震荡，懂吗？但是最后是往下，所以你方向要抓对，操作的技巧。从18号，高空低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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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这连续1、2、3、4、5，这五天呢？1、2、3、4、5，高空低补，帮你累积了400多点的价差，哎，这操作技巧。好，看24号，24号很重要哦。24号在哪里？24号有没有？24号开高哦，对不对？24号又冲高，又冲高有没有？一早冲高有没有？11039，再空，你冲上来我再空，你上来我就打。懂吗？因为这个空方是你上来要懂得空。4月20号开高11039空，25号一样，再度冲高，25号再冲高一样，把握空。所以这个盘子要冲高，你就把握空点，啊，来回摆点这样子操作。所以25号你加入我LINE，通通有啊，对不对？你加入我们的LINE。什么？只要加入我们的 LINE King518，4月24号加入 LINE，11039空，25号11036再空，再空，25号有没有？
你所有的扣讯会员10:09，通通有11035，再空，到了10:20还在041，通通空得到。所以上礼拜039035你就赶快空啊，逢高就空，懂吗？连续两天开高都空。昨天反弹，对不对？昨天反弹10963再空，昨天反弹963再空，今天呢？求求人，今天杀了多少？10883，再破底，啊，今天杀到10883了，啊，所以从上礼拜一路空下来到今天，这也150点了，一口30000了。好，那100多点，当然来回我讲过，它会震荡，它会一个取高，啊，那不要暂时还不要追攻，因为它现在是震荡，懂吗？还要一段时间，但是趋势是往下，啊，但跌升它会反弹，啊，所以跌升反弹你就空就对了啊。上礼拜杀下150点，对吧？跌升再反弹，注意哦。哦，那反弹上来又有好的空点，反弹上来又有很好的，啊，这个，对不对？诱空杀多的这个空点，啊，你要注意啊，好不好？那今天反弹啊，没有错，但今天反弹你看量，再说嘛，有没有？所以现在整个大盘结构啊，对不对？从18号已经整个结构不对了，懂吗？这一天爆量，对不对？这一天1600。这天爆出1800，但接下来呢？你看到，尤其只要反弹量就缩，好不好？反弹量就缩，所以反弹量缩你就空，啊，再杀，对吧？昨天杀有量，啊，今天反弹量又缩，所以这个盘反弹你就把握，取高的空点，向下操作，哦，你这样才会有钱啊，懂不懂？好，现阶段的盘势是这样子，好不好？那恭喜了啊！上礼拜24号、25号，0360空、0390空，今天早盘是不是啊？一口30000啊！短线补一下，那明天放假，啊，后天上来又有好的空点会出现了，你要跟紧脚步啊！后天又会有相当不错的取高的空点啊！你要跟紧脚步，好不好？跟紧脚步。再来，股票啊，股票操作一样啊。我从4月18号已经一再跟大家讲了，你不要陷入指数的迷思了，好不好？你搞不清楚，对不对？4月18号，我想当天很多分析师还在跟你讲。上看12000、13000的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乱喊。那没有错，这段时间你看啊，从18号，啊，当天收盘10962嘛，今天收盘呢，对不对？哎，10967，当天收盘到今天收盘还涨哎，这个妙吧？啊，再看一遍，18号收盘10962，今天收盘10967，今天收盘比18号还涨5点呢。你说张老师，你不是讲向下吗？就没有啊？我是不是警告你了？你小心哦。不要陷入指数的迷失哦，啊，你不要赚了指数，股价赔一屁股哦。我已经警告你了，大户出货是很有技巧的，他不会让指数崩啊，对不对？像上礼拜前一天，他一杀，哎，会拉台电，会拉联电的，对不对？会拉联电，他会拉东拉西，指数不让你怎么跌哦。所以这一个礼拜指数是没有跌哦，你看到。但是股价呢？啊，我就请你看吧。我是不是警告你？
这个礼拜股价对不对？景气今年并不好，你不要搞错。这个礼拜股价跌多少？这里指数没有跌啊。玉金光520跌到多少？370。玉金光杀了多少？150块。玉金光跌了150块，指数没跌，这个厉害吧？那谁警告你？我是不是早警告你？啊，我是不是早警告你？啊，那你要知道，华尔街有一个名言呢，万般拉抬，皆为什么？啊，主力大户万般拉抬，对不对？从9300一路拉拉拉拉到11000，万般拉抬为什么？要出货。所以我为什么4月18号已经斩钉截铁，我叫你要避险空。我警告你，你不要赚了指数，股价赔一屁股啊！啊，对不对？这一个礼拜，玉金光跌多少？150块，10张你就150万不见了，10张就150万呐、啊！你不要开玩笑啊！文茂，啊，240，今天呢？240啊，昨天180，10张你就50万不见了，啊？张老师讲的话你听懂了没有？你有没有赔了价差？我讲的话很深的，指数这一个礼拜没有跌哦，对不对？指数这一个礼拜没有跌哦。玉金光跌150块，文茂杀了40多块，快50块了，啊？讯息从140，哼，140杀了多少？108，啊？指数没跌，讯息杀了快40块，双美啊，4728啊，杀多少？从79，今天杀到59，连续2次跌停，今天破底，大盘没跌，双美。2只跌停，厉害吧？美食啊，从137杀了多少？杀到87啊，10张50万你就没有了，10张50万你就不见了。我有没有警告你？我有警告你吗？那大盘没跌，那大盘没跌，怎么搞的？啊，美食10张赔了50万，这个血吗？我是不是早警告你？智毅，啊，从101，今天杀了多少？82了啊、哦。82了哦，杀了20块了哦。南电从55啊，看懂没有？55杀了多少？杀到44啊、哦！啊，这很悬的了。指数这个礼拜没有跌，股价稀里哗啦。我警告你。小心哦，啊，不要陷入迷失哦。指数没跌啊，你股价惨赔哦。我警告你哦，判讯从87，看看87，今天呢64啊，10张就20几万了，今天破底，
到底要国巨2327，看吧，350，今天290了，10张60万了。华新科，啊，230，今天180，10张50万呢。10张你就赔50万了，华新科，你不要搞不清楚哦。台面上真正能救你讲真话的，只有张大文了。我跟你讲，每个都在骗你。那12000、13000呢？你买啊，华新科，一个礼拜10张你就50万了。啊，谁在这边救你啊？谁在这里救你啊？谁在这里救你啊？齐立新，怎么样？从112，今天呢，90几块了哈。碧龙店，啊。96，今天呢80了哈，你都赔得很惨了，我跟你讲。打败3645，从65，今天51喽，啊，惨不惨哦？双红，从160哈。现在杀到120多块了啊，你注意哦，短线反弹，下礼拜反弹上来要干什么？你不要搞错了啊。重达4977，从110，今天呢90了哈，你不要开玩笑啊，我跟你讲。全新从100转空。从100，啊，今天呢，81了，10张就20万了哦。大盘没跌哦，大盘没跌哦。全新呢，奇怪，10张赔了快20万，怎么搞的？我早就警告你，好不好？主力大户会干什么？我早就告诉你。你不要赔得莫名其妙哦，我警告你了。亚光从103啊，杀了多少？昨天80了哈，对不对？10张20万，所以这一礼拜很多股票10张就赔20万、50万的一大堆啊。VHQ 那这赔得更惨呐、啊。从190，你杀到100，这10张赔90万呢，真的。190杀到110，这10张就80-90万呢。耀华，对不对？从22嘣就掉到17了，这跌20%呢。你不要傻傻搞不清楚啊。台面上讲真话救你的只有张老师，我跟你讲。中磊啊，5388，对不对？73杀到67了，我告诉你。美绿啊，2439一样，从190杀到160了哈，都在杀，我跟你讲。神盾，对不对？从300今天240了，10张你就60万没有了。神盾呢？你10张就60万不见了，了解吧？好不好？自身一样啊，70杀啊，剑龙你看看，这个礼拜2只跌停啊。
你很痛啊，好吧？那我告诉你，这值得创新高啊。那这档低价的还有机会上攻，好不好？做多的创新高，好不好？但很多转空的股票你要小心，要即刻救援啊！我4月18号已经警告你，这个盘要向下避险了，即刻救援，立刻检视手上持股，好不好？到底大户筹码是不是转空？转空下，对不对？这个这礼拜接下来趁反弹该怎么样解套，好不好？接下来大盘反弹有一个最好的解套的机会，甚至反手向下操作，好不好？赶快今天启动即刻救援，检视手中持股筹码是否转空，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 或是立刻来电话。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我是王子曼，即使高速公路应保持安全距离，在国道上小型车请将速度除以2，大型车请将速度减20，进入雪山隧道时以前车保持两个楔形线或是以前车保持两个消防栓的距离，这是大约50公尺的距离，大型车则需以前方车辆保持100公尺的安全距离，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状况，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哦。我4月18号跟你讲什么？我警告你，小心哦！你不要赚了指数哦，股价惨赔啊！哎，4月18到今天没有跌呢，4月18在这呢，指数没有跌哦，啊！玉军光重挫150块，稳茂杀了50块。神盾杀了50块，看懂了没有？很精彩哦，啊！建龙2天2次跌停，很多股票已经杀得迷迷茫茫了。我跟你讲，你不要搞不清楚。全新100杀到80，我张大文讲什么？我在4月18号讲的话，你听懂了没有啊？啊，指数没有跌哦，这一礼拜指数没有跌哦，股价跌20块，跌50块，跌150块的都有，一大堆。哦，接下来你要注意哦，很多人已经套牢了啦。坦白讲，现在95%以上的投资人已经套牢了啦。除非你买我的值得，那没有套牢，对不对？除非你买值得，
啊，从70、80、90买，你到今天没有套牢，其他几乎都套牢。啊，套牢怎么办？好不好？下礼拜有一个很重要的解答会，因为大盘短线量缩酝酿反弹，反弹上来一个很重要的解套机会，好不好？整个盘是有一个取高的空点，所以即刻救援，好不好？4月18号预告向下，即刻救援，赶快来电检视持股，大筹码是否要总控，赶快跟我们联系。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